觉得我们还是结束吧。一群废物，居然让他跑了！明白我刚刚这一票，以后这规矩明定。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。你他妈几个意思啊？没别的意思啊？怕什么？大不了跟你摊牌。你不是跟我说你昨天一直待在酒吧吗？谁呀、啊、你？我就是你啊！你的钱就是我的钱。都是做生意，别因为这事伤了和气嘛，对不对，吴云？听不见，大点声！爽。